蹲舞队，我们的广德楼剧场啊，收听我们这个相声。每对演员呢，尽自己所能的给大家伙带去欢乐。说的都多幽默。刚才这也是个优秀的相声演员，叫李鹤彪啊，这是我彪哥。彪哥呢，也是我们这个蹲舞队啊最可爱的一位老师。真是啊，稍微年长一些，人岁数大了一些啊，一个老男人，但是也特别有味道啊。这个岁数呢，表演这个风格还可爱风，活泼可爱，实属难得呀。跟那个我们侯爷的大弟子，这叫庄子健，合作表演的《山西家信》，说的多好玩啊！讲一小故事，对的，给大家伙带入其中，嗯，产生一些包袱笑料，也算是卖了力气了。嗯，后台休息休息，也得歇会儿了。这场是我们哥俩继续给您说相声。我们哥俩来说，也不是说什么明星大腕，哎，好多朋友也不太熟悉，不太知道这两个人是谁。哎。他这个人字用的就特别的优秀，一撇一捺念个入人。我希望你还能当人啊，往人道上走。哎，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，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。这位老师就很了不起了。我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这现在是我们德云社最幽默的相声演员。哎呀，深入骨髓的幽默呀、哎！姓朱，叫朱鹤松，是我。你看一听人家的名字，透露着大家伙对你的喜爱之情。这都是对相声的支持。当然肯定得喜欢相声，哎，爱相声你不能往这个地方来。哎，团聚相识便是缘分。我们欢聚一场，都挺不容易的。对的。对吧？你叫一朱老师，其实他对于相声有自己独到的理解。哦，我还有理解，有自己的想法。我还有了解，你是王娘。表演风格就是无厘头啊，就是您永远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什么呀？就是对有一定的研究，是吧？这意思吧？嗯，对，王婶儿，老太太，王大爷，道歉，这不你说的吗？那么有自己独到的想法，哎，那么这其实好，好，慢慢成就自己一种风格，表演体系，表演手法。其实好多演员就应该有自己的风格，哎，对吧？你不能说千篇一律啊，所有演员表演风格都一样啊，那千人吃面，千人一面，哦、千人吃面得打多少五啊？真是过瘾，千人一面，看着就也比较烦躁啊，所以说呢，都得不一样，谁跟谁都不能有一样的状态，差不开嘛。对，但是现在来说吧，观众朋友们对于节目都无所谓。哦，对，节目都无所谓了，因为这个好多节目大伙儿经常听，哦，那么常来那个朋友，听的这个太多了，是吗？因为毕竟演员们就那些段子，嗯，几十段节目，下面我们现在整理，嗯，出来了，你比如在舞台上生命力很强的啊，也就这么三四十段，哦，天天听，见天听，嗯，有那个资深的观众，每周听的次数比我们演的都多，听多少就得，演员都请假了，他还得来，还得听。那词儿背比我们都熟，多棒，对吧？你说这个天天听，人家还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喜欢这个演员。哦，喜欢演员，哎，证明这个演员很优秀。哎，他就很优秀。我不行，我要跟您比差远了。您谦逊了，对吗？我对于您来说，我也就是那个绿叶，陪衬着您。谦逊了，这谦虚什么呀？谦逊了，对，优秀就得说出来，优秀。自己别不好意思，我这不行那不行，就别老这么谦虚。哦，过了分的谦虚就是自满，就是骄傲自满。对，那不行，不可以啊。尤其你最近这个演出力度还挺大。哎，力度多大呀？那你像好多演员都不容易。是，那我们哥俩还算好点啊。我们俩这两周演四十个节目，四十场，说了四十对。你一看人家那个我们后台有演员啊，刚才宁云祥、哎、宁少。刚回归，嗯啊，两周派了48场，啊，累得跟孙子似的。
多演一些，对吧？积累经验，对吧？人家来说吧，这种演出力度对于演员来说也很强。你这是一种鞭策。其实好久没演过这么着了。是吗？对了，那阵演一周演八个、演九个天了。对呀、啊。对吧？你现在两周一演演这么多，有时自己也累。他也疲惫，也受不了。尤其我跟他们还不一样。你怎么不一样呢？像他朱老师他们这演员呢，都是演完出就是在北京，人家有家。哎，他没有家。对，我是流浪汉。我在北京没有房子。我也没有家呀。啊。你那房子是买的？不是啊，不都租的吗？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。他那个家人都接过来了，啊，我那家人还在天津，我呢每天都得是京津两地往返，这叫京津通勤。行行，有时白天醒了以后呢，就得来北京演出哦，做这个城际嘛。晚上演完了呢，还得从北京坐城际回天津，天天这么大的演出力度，有时候累了，疲惫啊，真是累。嗯，我真说，我那阵十八九岁，二十岁左右的时候，我那阵还没来德云社，那是在天津演出，一晚上演四个，也没觉得什么，天天赶场，对，一演演四个也觉得挺开心。但是现在吧，真演四个，有时确实身体也接受不了，哎，有点吃力了。吃力，你但是你到家了，不是说你回家就能睡觉。躺那就着了，不行，不是这样，一家子人呢，对吧？等着你呢。对呀、啊哦，那孩子回家不看见我，他不睡觉。呵，啊，到家里还得陪孩子玩会儿游戏，给孩子洗个澡，哄孩子睡觉。着了，孩子睡着了，您睡吧。睡什么呀？你还不能睡？好多活呢。还干嘛呀？你得洗衣服吧？得呀。对吧，家里好多衣服等着我洗呢。啊，我天天我就最喜欢洗衣服了。为什么呀？啊，我觉得省事儿啊。就往洗衣机里一放，对吧，你要滚去呗。啊，有四十分钟一个钟头洗完了一遍就得了。还得洗衣服扫地擦地。这都得咱干吧。得干。男人嘛，干点累活力气活。对，没什么关系，做家务啊。啊，这边都弄完了，收拾地去了，咱该洗澡了。啊，洗个澡收拾收拾。啊，抹点生发液，敷个面膜，啊，哎，然后呢？出发。这个时间安排是不是该演出了？该走了，再不走就晚了。您这一宿光干活了。差不多，你这边干着活，那边洗着衣服，那边扫地擦地了。啊、哦。对吧，扫地擦地呢，刷着碗，那边你洗澡去，洗完澡了衣服晾得了，哎，对吧，这也睡不了。家里还养宠物呢。还养什么？养了几条狗。哎呦，就你这样的人还养狗。你养不起你还不能养狗啊。对吗，家里养几条狗。都养的什么狗啊？狗类挺多的。哦，吉娃娃啊，萨摩呀，包括这个京巴啊，大型的小型的我们家都有点。嘿，你爱养狗。对对对，爱狗人士。对对，我还爱你呢。哇，这不是孝顺。那别人家宠物啊，喂喂食，弄点狗粮喂喂，那刚就给狗弄点水，都弄完了，这个时候你才能说进被窝躺床上歇会儿。躺床上你直接睡，你也睡不着。不是说你累着还往那一躺，你那个精神还没放松下来呢。干了这么多活还没放松。哪个是放松的活啊？那、啊、你赶紧放松，躺那儿放松吧，再不放松可就走了。躺床上刷刷抖音，嗯，看看这些 APP， 嗯，看看最近微博有没有骂我的，啊，有没有发我们节目段子的，瞧一瞧，看看评论，看看转发，看看最近又火没火啊？没有。啊，看看各大演出节目单哦，好，天津的演出节目单很优秀啊，没有我。25周年也很优秀，没有我。好，没有意思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睡觉了，是得睡觉了。睡了，再不睡该出发了。啊，要看差不多了，躺会儿吧，眯瞪眯瞪眼儿，这差不多就该休息了。是，每天如此。嗯，昨天也是一样。啊，不就办这些活都忙完了，躺被窝刷抖音，躺那会儿休息。哎，哎呀，似睡非睡的时候，嗯，家里是房门开了，房门开了，哎，屋里门开了，哟，家里来人了，咱也不知道谁呀、啊，这么没眼力劲儿，后半夜串门，大半夜4点串门来了，哦，哎，进来俩人，嗯，
这俩人穿着打扮挺有意思。是吗？一个呢一身黑衣服，手里边拿着个狼牙棒，一个呢一身白衣服，手里拿着个铁链子，俩人一个个还戴俩大高帽子，跟厨师长似的啊，帽子挺高的。俩人就进来了，走到我的床前看着我，跟我就说话了，问我，哎，你是那个说相声的吗？啊？你俩是谁呀？甭管我们是谁，你是不是叫靳鹤兰？啊？不是，我叫靳喜彤。不是靳鹤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别废话啊！是跟朱鹤松那孙子一块说相声的吗？哎，你要这么说，是我。客气，我天天就跟那孙子一块表演啊！对对，是你没错了，跟我们走一趟，走一趟，走了。干嘛呀？走一趟啊？凭什么跟他走？谁让你走一趟了？你们家大半夜四点来人，让你走你就走？对，你都进来了，你放心。进来就得走，你知道他干嘛的呀？干嘛先走？不是问问。干嘛的？干嘛的呀？啊啊！半夜敲门，你进来了啊？你敲门了吗？有大半夜串门的吗？有没有礼貌啊？按门铃了吗？再说你是谁呀？哪团的呀？啊，天津德云社没有我，对吗？还没去了，想买票，过两天网上抢去。对吗？你这干嘛的？直接让我跟你走，去哪儿啊？别废话，别废话，跟我们走。对吗？他这边一喊，旁边那个拿狼牙棒照那脑袋，当就一下，拿着锁链，嘎嘣就给我锁上了，拉着我往外就走啊。出门坐电梯。我也好奇啊，我们家住平房。他们家原来是住平房的。所以你的言语之当中，我感觉透露着对我一种蔑视。没有蔑视，住平房怎么了？住平房好啊，小心上面往下来人。这上面能有人吗？还得住平房。平房谁给我们安电梯？我安电梯，我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啊？对吗？进了电梯，上面写那个数-18，-18啊！那电梯快，速降之，哇！哎呦喂！好家伙，摔得我5米3道，拉着我电梯门开了，往外就走。嗯，往外走，很荒凉，荒无人烟，像过一座桥，从桥上过去了。再往前走的是一座城，哦，城，有没有看见城门楼子了？啊，城门楼子了，人上面写着字呢，写着什么呢？丰都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怎么了？您说这俩字应该念丰都，不多音字吗？丰都城那是鬼城啊，刚才来的那是黑伯的无常啊，拿的那个不是狼牙棒，那应该是打你脑袋的棍儿，给你锁完你死了。你死了！别闹，别闹！你真是死了！你看你都我影子了，你看。我说个相声又不是什么高危行业，凭什么死呀？这些年我的高危行业，无非就摔断一次腿。不是，你这该死了！我凭什么该死？我还得给我的观众朋友们讲笑话呢。观众不需要你，不要再幽默了，好吗？哎，留着我在这儿跟观众。不是他们等着我那个，踏踏实实的走，行不行？不放心，那媳妇孩子交给我了。半夜我奔天津，我擦地，我洗，我给擦完，我敷面膜，好不好？你生怕，哎，你不用生怕。对对，你踏踏实实的走啊，这口气咽咽咽。一路上慢慢这个人就虚化了。不是。我已经来了，我现在我见哪也去不了了。哦，对，我确实没有想到我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。哦，既来之则安之，睡一觉。睡是睡不了了，还得带着他往里走呢。走吧，对，接着拉着往里走，进城。到城里，城里边比较热闹。是吗？还有两边啊，各种酷刑。酷刑有那炸油条的。炸油条的把那小人一个个像你这种人啪就扔进去了，对，恨我吧，我自个儿进去就会。哎呦，炸这个滋啦滋啦的，啊，那边、啊、那边那个拔舌头啊，对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哎，一闻拔舌为什么就碎嘴，碎嘴就把舌头大瞪出来，但是剪了，哎，碎嘴，
那边那边，哎呀，那有拿那柳条抽的。对对，我在哪儿？你这种人，哎呦，说话讨厌的，那抽的抽的抽嘴巴，啊，有好多，但是听着就惨。是吗？对了，你甭说看看着不用看，听着声音就惨。怎么了？哎，猴喊了，也乱叫的，一个那声音，哎呦，透着气的，哎呀，嗯。哎，对，没错，就说我去你的吧！这帮跑人的全在这儿，我给我吓的呀！哎呀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看不了这，看不了！哎呀，往里走，往里走，中间大广场，大广场，我看好多人在那儿蹲着，都那儿蹲着了。我到那儿了，人家对我也没客气，你也蹲着，你也蹲着，咱也听话，蹲蹲蹲，蹲好了，他们都走了。都走了，我咱得看看，瞧瞧，看看跟前都是什么状态，是啊，看看有没有熟人什么的，啊，我自己得反思，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，对吧？我琢磨自己，你说我来这儿，为什么我会来这种地方？为什么？我这个年龄段现在不该来，虽然说演出量很大，但不值当给自己演死，啊，咱也没那么大气性，对吧？哎呦，来这最主要的我呀，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人，想谁了？你哦，因为我在想一个问题，你说我来这儿了，你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你跟谁演出啊？嗯，对吗？晚上那个演出那个节目，白天的演出，你跟谁去表演呢？自己穿你使一单口，那不合适啊。没事，我开场单口也行。琢磨这车不行了，我来了，朱老师怎么办呢？这我再一低头，哟，贺松你来了。那柳条抽我半天了。哎，陈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别提了，这不老毛病又犯了吗？干嘛呀？又扒女厕所了。够你别干这个。扒女厕所怎么还值当扒舌头呢？那不应该挖眼吗？不是，挖眼刚才没说，对吧？扒舌头什么？你看人家在里边那个扒女厕所，看人家尿尿，你这嘴碎呀！你叨叨叨叨叨叨叨。光看还不行，你还出声，人讨厌扒舌头。你这个行为。你这行为就得挨抽，哎呦！啊，我说你这也来了，我说哎呦，你也没通知一声，我没有想到你先到啊。我琢磨到这儿又有个堂会什么，你来就行了，你全权代表了，对吧？你说你来了，咱俩都来了，这广德楼下午谁传底呀？晚上传底的也没了。对吗？再说了，我来了，谁给他们派场了？以后，你这玩意儿你怎么弄啊？再你来，你跟少平请假了吗？对吧？你跟炳哥请假了吗？知道咱队缺人吗？你不多想，自己没事就瞎来瞎。哟，炳哥你也来了，炸的是他。哎呀，炸瘦的，炳哥，你也来了。在这里咱们确实有日子没见了哈，打开箱还没看见您呢，挺忙碌啊，挺忙碌，家里边又有二胎了啊，开心吧，孩子们照看了吧，月子还没出呢啊，没有想到昨天晚上刚演完出就来这儿了啊，给自己演死了啊。哎呀，你说你来这儿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？家里人的感受你考虑到了吗？队里边没有队长了你考虑到了吗？你考没考虑到你的搭档小四曹鹤阳人家怎么办？虽然说人家在瓦舍现在工作着呢，但是人家早晚会有演出的那一天呢。你来这儿，你跟小四打招呼了吗？真是的，不是我说您这么大岁数长点脑子对没？哟，四哥你也来了，跑那儿聚个会去了。四哥你也来了，怎么了？瓦舍那瓦没了，要瓦给你砸死了啊！行了行了，来这儿也算挺开心。你搭档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啊，说说呗，你们俩都是一块演出的，对，北展是吧？是，我知道，知道，看节目单有你们啊。哎呀，瓦舍都不演，还让人演出去，该就该来这儿啊。来这儿算行了，咱哥四也算去一块儿了，咱一会儿聊聊看什么情况吧。我估计人家是有个堂会，想找个外学什么的，通知咱一块儿来，但是估计啊也没跟经纪人说，直接就给他们拉来了。当着好好演呢，对吧？要是这样，我们俩开场，你们俩攒底。但是说也没有别什么机会，就两场活啊，好好演吧，好好演，努力加油啊！奥利给！就聊天嘛，先聊天啊，这边聊天说着话，就听前面有人喊我们了，把说相声那几个给我带上来，喊咱了啊！来了几个小鬼，小鬼差什么的，拉着咱们往前就走，再往前走，
一座大殿，挺辉煌，看就很辉煌，很高大啊。上面也写字呢，上面有那个牌子也写字，写的什么呀？阎王屋。这阎王怎么还哭了呢？不是，是阎王住的那个屋，不是阎王屋。啊，抱歉。行，下次不使这包袱，是他呀。应该是什么？阎罗殿。好，以后尽量早点办啊。阎罗殿，哎，对，我就是抖了一个小包袱，哎，幽默未遂。不要幽默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好，啊，对吧？自己找点乐子吗？阎罗殿，你考虑过观众的感受？自己找点乐子，我都到那儿了，我还想谁的感受？那谁想我的感受了？你又应该去那儿。进去吧。到了里边，哎呦，人家那小伙儿都对我们都不客气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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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下，咱听话，咱听话。我他小四，我们仨啪都在跪好了。哦，咱们是一回事儿啊。咱俩聊半天在一个频道。哦，咱们都是去那，咱是一回事儿啊。哎，我以为叫我去判那个真假美猴王呢。你也就演个猪八戒，你这。到那儿跪跪跪，我们仨都跪好了。烧饼愣是不贵，还冲人喊呢，皮儿贵，啥味儿？我队长，哥，队长不好使了啊！队长不好，你现在演出也得我给你派场啊！派场都贵着，你赶紧给我凭什么呀？我是谁呀？我是儿徒，还爱徒来的也得跪这儿啊！不贵不贵，他说什么都不贵，反正小伙也没惯着他，当着拿狼牙棒照他那腿当当两下，别说烧饼。人家锻炼身体，现在身体素质就好，压根儿没跪下。哎，趴下了，粉碎性骨折。哎呀，好，死尸倒地一样啊！躺好了，咱看看这是哪儿吧。我一看，哎呦，那边站着一个人。哦，哎呀，那边也，一手拿着本，一手拿着个笔，写写画画。我再看看这边，这边也站着俩，一个人身的牛脑袋，一个人身的马脑袋，正当中坐着这么一位。赤面獠牙，哎呀，这个身上、肩膀上六个垫肩，脑上顶一搓板，底下是门帘子。您这胡解释，拿着本啊，拿着笔，那是判官啊，这一个牛脑袋，一个马脑袋，那都是基因突变人。谁呀、啊？基因突变人？面呀、啊，哦，他是基因突变。对呀、啊，然后那门帘那搓板那冕旒冠，这是怎么？阎王，阎王，阎王爷，证明咱看见头了啊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哎，咱看见他了，当时咱没敢说话，没敢打招呼。嗨，阎王你好，没敢打招呼。但是他先张嘴，对他得说话呀，来了就得说话。你们就是杨氏三间说相声的吗？一个个平时在台上。打神骂鬼，整天到晚是胡说八道，一个个的抖的那个包袱，真是哎呀，我真的我的气都气不乐呀，真的，啊，就你们这种人呢，一个个就该死。今天来到这儿，你们算行了。哎，我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是求死不能。这么刺激吗？一个个的都给我撕拉撕拉的。就你们这些年呢，我这接收的这个相声演员也有不少。没有一个优秀的，对，就但凡一个个我能说乐的都没有。嗯，因为能说乐都上天堂了。啊，你们怎么一点的自己琢磨这个节目？你们研究研究啊，一个个的，看我给你们讲一个。这些年真的我在地府我没闲着，光研究你们这相声节目了，光研究你们这个小包袱。等我再给你们讲一个，问问你们啊，说老子姓什么？我说那个老子姓李，不对，老子姓严。再看朱老师，老子还姓朱呢。严子，不要再幽默了啊！我们这些演员已经很累了，要不你就跟我们发蛇，直接就完了，打死我们啊！我们也下油锅得了啊！不要这么好家伙的虐待我们了，你那个包袱一点也不幽默啊！闲聊天啊，朱老师，当然朱老师的话也挺密，
这个到那儿我们都害怕，哆嗦都不行了。朱老不害怕，我不怕，我把生死簿改了，跟他对视，哎，跟他聊。你赖我们？赖我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对，那个节目是我们写的吗？不全逗哏的说的。但是逗哏的有逗哏的理由。对。逗哏的能这么表演，因为老年间他就那么传统留下来的段子。你要找你找那个写作的人呢，对吗？我们后台那张鹤琴会写，你怎么不喊他呢？刘春山也会写，你怎么不喊过来呢？他们都判完了。你给我喊我们，你跟我们没完没了，你算什么呀？对呀，你以为我们乐意这么演呢？我们也没有办法啊。你知道现在我们活多惨吗？舞台上表演，我们活得跟个狗似的呀。我们觉得自己都不如条狗啊，生不如死啊！你知道我们这周演了多少场吗？还虐待我们？你还是个人吗？你还是个鬼吗？你？那你真是的！哎呀，没点良心，没点良心！说人阎王两句，阎王一听，哎，别说阎王，知情达理，这知情达理一听，说确实有点道理啊。还真好劝呢。对你说有点道理。我也听过你们好多节目。确实呢，好多节目你装模作样的，也没拿自己当个人看。装模作样说相声，对，装什么像什么嘛，对吧？舞台上表演装什么像什么，装聋作哑啊，装个狗啊，装个蛇呀、啊，都没问题，对吧？对，啊，平时也看你们演出，确实都挺难的，啊，得了得了，怎么了？放了你们，这就放了。但是既然来到这儿了，你们也只能投胎了。哦，啊，掏上去吧。套上了，哎，旁边几个小鬼差过来了啊，拉着咱们又出大殿，拐弯往那边去了，又到另一个屋，到那屋上面也写着牌子呢，投胎屋，轮回殿，行，下次你倒一包吧，轮回殿，进去吧，进那屋我一看里边好多门呐，有那个畜生道的，对吧，修罗道的，好多那个门呢，各种各样的，摆满了，到那边。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！我们四在这站着，没一会儿来了个小鬼儿，手里拿那个投胎的那个皮。对，你想投胎什么？你披着它，你进去那个门，你就算投胎了。是，我以为呀、啊，是拿人皮，他拿的是狗皮，是不是给咱们做个褥子？给你做个膏药，做个褥子，拿着狗皮过来了。你怎么这个时候还乐呢？这脱生吧还不开心，投胎狗你还开心？这狗怎么了？狗也挺好啊。拿来四张狗皮，这都什么狗皮？三个大型犬，一个小型犬。大型有多大呀？藏獒，太大。萨摩，哦，这萨摩是一地儿的品种，这都是。小型犬呢？啊，哎，吉娃娃。拿这四个过来了。当时人家朱鹤松站起来了，没有我咱投胎不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先选，我选自己拿个大型犬、啊，哎，萨摩往脑门一拍，嘚儿、哎，走了，准备就走了。上面过来了，我是队长。哎呦，队四我也得第二个选。哎，来那藏獒啊，走，奔西藏。曹鹤阳，我是队长的搭档，我是队长夫人。哎，我得选，你选。他来一松狮往脑门一贴，走。都走了，就我，还有一个吉娃娃的皮。我琢磨半天，我不能选。怎么不能选啊？多新鲜！你们仨大型犬，我一小型犬。对呀、啊。那哪成啊？这怎么不行、啊？我赶紧给鬼差喊出来了。来来来来，这个您受累给我换一个，给换一个大型犬。啊。最后你给我换个大个的，你给我换一恐龙。这你这对吗？我能走。你给我来一吉娃娃，你是不知道啊。他们仨大型犬，我是小型犬。我平时在台上我没少说他们，这以后到了杨氏三间，他们仨给我一围，这真是为所欲为啊，他们那我受得了吗？对吧，您受累对吧，这样500块钱您拿好了啊，500块钱换一恐龙。恐龙灭绝了，有恐龙吗？这包是他给我说起的，他非让我那么使，结果他还嘲笑我，啊，拿这个你手里拿500块钱，你买点好茶叶，买点好烟抽，行吗？行吗？你拿拿拿，
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呀？这是钱，人民币啊，500块钱，拿回去，快拿回去！我们最小他妈1亿的，拿回去，快滚，快滚！您受累，您换一个大个点的行吗？你但凡你大一点儿，我都走了。换不了，不行，走。嗯，当时也没含糊，拿这狼牙棒照我这脑袋，当就是一下。哎呦，打的我那个疼啊！哎呀，我这一疼不要紧，怎么着啊？我醒了，这一切是一个梦。哎呦，吓得我是一身冷汗。哎呀，不行不行的了。哎呦，醒了这就好了。都是梦，都是梦。我又能给观众朋友们说笑话去了。对对对，我养那小狗又说话了。说什么了？阿兰呐，不要再幽默了。